方晓彤曾参演影片《影左耳》，黄景瑜的代表作有《红海行动》《荞麦疯长》，由他主演的影片《检察风云》正在院线上映。关晓彤和黄景瑜呢，还曾合作过爱情片《月半爱丽丝》，影片展现了青年人欢乐的爱情故事。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，可以说是电影行业的青春追梦人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两位呢，同样洋溢着青春的梦想，他们会是谁呢？